经远景拦停后假意停车，然随即加速逃逸，于中立街头沿路高速蛇行闯红灯，影响公众通行安全，更开上国道往新竹方向窜逃，过程中有多位热心民众协助挡车，使其减速。该车因过度超驾至左后轮胎爆胎，冒出大量火光，人执意驾驶，后车辆失控自撞冒烟，远景立即上前查气及协助灭火，当场查获郑男通气身份，并与吴女乘坐至副驾驶座查扣安非他命5包，共计72克。警询后，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公共危险罪、毒品及枪爆通气，移送台湾新竹地检署侦办。往前呐！